港人港情品牌大奖最佳铝钢门窗品牌大奖得奖企业永和铝钢工程有限公司。永和铝钢工程有限公司屹立香港30多年，在大型建设项目、家居铝钢门窗修护工程以至出口批发铝钢产品，一直赢得丰富经验和口碑。永和在86年率先设立门市陈列室，提供一条龙的铝钢门窗工程服务。而永和在1991年开始于国内设厂，严控品质及减低成本之余，直接供货更可以为客户节省工程时间及费用。得这个奖代表永和进入了另一个里程碑，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要更加做好每一个环节，没有最佳，只有更佳，来回馈广大客户。我和我的团队仍然会坚守大众化、多元化的定位，不断创新，提供美观内容、物有所值的铝钢产品，为广大客户尽心服务。